Sorry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应该有。比赛比赛，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好，双方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。拿球，刘万文，走。哇哇哇！更激烈。哇塞，好球！回追，回追。哇！哇哇！哇，这个帅，这个帅呀、啊，这个怎么做的呀？红队犯规，红队犯规。没事，红队66号，66号，横杆推人。不是，是他们把我勾了。对，你吹错了，吹错了。那红队被罚几个人？红队现在场上4个人，对方呢是5个人，就是严重犯规，就是白队5打4，不算严重犯规。吹错了，裁判是只看到，因为他们可能挡上了，我就只看到他从背后推人了，明白吧？是他们把我勾了，对，你吹错了。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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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队犯规了，红队犯规。我们在加时赛当中，你就把红队罚下了，这个裁判，啊、这就是5打4。对呀、啊，白队的5打4强打时间。对呀、啊，这不5打4吗？啊，你们稳一稳，就罚30秒。射，射。哇！哦，漂亮！哇！看那反击。哦、来看这个啊，来看这个啊，看这反击，看这个打门，哦哟，看这个打门啊，可以，好球又来了，给我，门前水，哎呀又烂了，门前水。来到球门后区，这个时候我们看时间还有20秒。别！哇！别！哎呀！进球了！红队最终取得了胜利。进来！耶！哇！Sorry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应该有。比赛没事。